18岁的喜欢是故意惹你生气，又忍不住逗你笑，想引起你的注意。22岁的喜欢是每一份不起眼的礼物背后都是我笨拙的精心挑选。虽然明明一无所有，却还是想要把最好的给你。喂，我爸妈说要买了房子才可以结婚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们一定会结婚的，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吧。25岁的喜欢是拼尽全力想给你一生的承诺，又遗憾自己没有宽厚的肩膀。28岁的喜欢是无论多苦多累，只要有你在，就有前行的勇气。那时我仿佛看到了永远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喜欢就是把你绑在身边一辈子。可以嫁给我吗？嫁给我。从一句我喜欢你到最终一句嫁给我，嫁给我吧，我排练了一整个青春。在拿起戒指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喜欢到了极致就是用一生爱一人。这是男士一生仅能定制一枚的第二钻戒，在这个善变的世界，你愿意和我去看看永远吗？第二求婚钻戒，男士一生仅能定制一枚。